小倩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依然会选择爱你。我可不可以最后再求你一件事情？能把那盏台灯留给我吗？莫小姐，请您签字。大小姐，两位，手续已经完成了。我有些事情想跟莫少谦先生谈，你们能不能先出去啊？莫小姐，没事，让他说吧。事到如今，你都不曾正眼看我，十年了，我从20岁到30岁，女人一生最好的年纪都已经过去。我记得咱们结婚的时候，你才13岁，还是一个略显青涩的大男孩呢。如今岁月已经把你雕琢成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。时光在你脸上没留下任何痕迹，除了气质，好像没有任何改变。10年前，咱们新婚之夜，你第一次提出离婚，我用最尖酸刻薄的话跟你大吵了一架，之后你摔门而去，留下孤独的我，哭得泣不成声。10年来，我用我最渴望爱的孤独熬成了毒，一丝一缕都侵入我的血脉。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生一世的纠缠下去，死不停休，没想到今天走到了尽头。10年前我执意要跟你结婚，你对我说你不爱我，让我务必考虑清楚。你的坦然让我心寒，我以为我可以改变这一切，我以为通过我的努力你可以慢慢地爱上我，但10年之后我发现一切都是枉然，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痴人说梦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，我
我会怎么样选择，但是我不后悔。少谦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依然会选择爱。我可不可以最后再求你一件事情？能把那盏台灯留给我吗？一直觉得你们两个分开是对彼此都好，可真到了这个时候，那份失落感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多。别娘娘腔了，好好干，远中靠你了。在我眼里，远中就是末世，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东西，别搞砸啊，不然我不放过你。远中已经被我姐姐接手了。对啊，她想当女强人吗？她要的不是这些。你不顾一切的挽救末世，就是为了想留在你爸爸身边。她也一样，远中对她来说就是你。留不住人，他想留住那份感觉吧。我说这些可不是想让你回心转意啊，就是想让你放心，把远中交给他，不会搞砸的。你之后怎么办？是东山再起，还是退出商场？我想先休息一下。为了同学？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好，我走了。保重啊。嗯，我爸想见见你。穆总找我。
10年前我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。那没想到，我穆长河在商场上驰骋了那么多年，最后还是败在你手上。这也没什么，商场如战场，胜败都是常事。 就像我跟你父亲那场商战也是如此啊。当年我赢了他，如今他儿子赢了我，何必呢？如果你这么想，会让你舒服一点，好过一点。随便，你喜欢就好。没错啊，今天我是几乎败在你手上。 可不代表说我穆长河已经不行了。我穆长河南征北讨30年，我从未败过。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，但是你不该恨我，你不该，你不该。是，当年我是间接害死了你父亲，但是商场的事，它就是如此啊。 没有人能说是我的错，包括你也不行。说完了。少谦，1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啊。 我就希望你是我儿子。其实振飞也不比我差，只不过是你太贪心了。振飞他把人和事啊都想得过于美化，但你的果断。 跟你的决策都跟我很像，你知道吗？10年前你羽翼未丰，我要把你给毁了。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但我并没有那么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想看到莫亚华的儿子到底能够闯到什么样的程度。 如今我看到了，老莫的儿子比他强哦。行，你行，可惜啊，可惜啊。到头来啊，还不是为了一个女人？这就是我比你强的地方。那是因为你没有人性。就算我被全部的人都出卖了。 可我也不会被自己的女儿出卖，穆董。真的希望你可以长命百岁，看着振飞比你强吧。 告辞。
这位老弟啊，好久不见，想死我了。陶伯伯，今天周末，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，没想到一笑就到嘛。这位老弟啊，听说莫少谦被远中辞退了，又听说振飞老弟成了穆氏集团的副总裁，哥哥我特意向来道喜呀。哎，什么道喜不道喜的？穆氏早晚不都是我接班，倒是今后啊，还得请陶伯伯您多多关照啊。我虽说是穆氏的二少爷，可是我还嫩，公司总有一些老不死的不服我，我又不怎么找我爸待见。那些死老头还有一个名字你知道吗？蚂蚁。手指一掐死一只，巴掌一拍死一万。振飞老弟你放心，有什么摆不平的事情尽管来找我，咱哥俩是火里火里来，水里水里去。那太好了，我手里正有一个这样的人。谁？吴总，把资料给陶总看看。是。陶总，老弟啊，开门见山吧。也好，这几个项目都是陶总您亲自监督进行的，里面有多少猫腻您心里清楚，不看也罢。周深，你出卖我。陶总，人往高处走，您可千万别怪我。陶总，你也别生气，他也不是有意的出卖你，只不过是有关部门检查的时候他配合了一下而已。周深啊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现在去抱别人大腿我无所谓，可是也得挑个好样的，怎么挑了个嫩的？可是我的钞票够厚啊。钞票不分嫩不嫩，钞票只分够不够厚。您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有奶便是娘嘛。正飞老弟啊，从来都是双赢最好。你刚拿了帅印就迫不及待地开战，太冲动了吧？我呀，是来报仇的。我姐姐做的那些事情，是你捅给莫少谦的吧？嫩草，如果我想的话，我可以比莫少谦更莫少谦。